呀，我给他关了，那可以，仇还行啊，瞅还行。仇还行，你给你的脑袋缩小点不行吗？你先你叫大头鹰得了呗，你叫大头夫。我这样行不行？我脑袋小不小？不是不是咋的了？那个那是你觉得他这个也没指名啊？是，哎，没指名，全网还有谁？不就一个人吗？还有谁干这活呀？啊？你琢磨琢磨。话是没道理，没不是不是，话是没错，但是吧，没指名的我通通认为怂。我认为没指名通通都是怂，点名才行嘛。他也不敢点名。对呀，啊，那你最近没少惹事儿。就点名才算数嘛，那没点名。我跟你说，你品一个，就是那个什么人啊，那个什么人，我就那个我还那个品什么人？什么人实锤我蓝本了都？啊，他跟他关系特别好啊，哥们儿啊，现实哥们儿，那铁哥们儿啥的。那不对呀，啊，那跟这么说，跟王探长关系也不错，他们。那就不知道了，不知道，不了解了。行行行，那我懂了，那我懂了，那我有数了。那我有数了，那你这有没有还指啊？你那个咱俩隔空叫板吧，咱俩隔空叫板。你现在你那个我给你打个样，比如我是毒夫，来大头鹰那边的，总好聊点哲学的，总觉得自己有点学问的，上我这儿过来跟我掰扯来，就大概这么说。哎，谢谢你来隔空叫板吧，掌声有请毒夫隔空叫板。大头鹰那边有没有这个觉得自己挺牛逼的，对吧？就是各方面的知识方面的是吧，讲逻辑的是吧？啊，讲道理的逻辑鬼才啊，对，逻辑鬼才，逻辑鬼才，学术奇才，这些有没有？一年发俩学术论文的那种的，发两个 SCI 的啊，有没有？来，那个毒夫那边的有没有那种的，就是一颗红心，嘎嘎爱国的，点我关注。臭不要脸！那个有没有那种美催？就美国讲话，东西又便宜，挣钱又多，完了那个免费医疗、快乐教育，嘎嘎好的。你身边父母的，包括你自己的，你无中有个朋友的，你们可以到我这直播间来跟我对线，好不好？我们交换一下患者，评论互通，怎么有患者啊？我看看，我没看着，我看我这边连不上人来，来你接受啊。我接受，我必须接受。我看哪个是患者？你能拎上来吗？我拎不上来，我拎不上人来。我也拎不上来。电脑开播，你那有啊，还是咋的？我这有，我看看。咱俩可以。啊，他说可以。他说李中克，我来什么的。啊，李中少来这。指向性点名，我跟毒夫准备就此别过。指向性点名，要谈论文学哲学的上毒夫那边啊，要讨论美国生活一块钱猪肉一块钱牛奶的上我这边，过来以后疯狂在评论区嘲讽我即可上麦，好不好？对，妙妙大王是谁呀？这个人一直喊妙妙大王，妙妙大王是干啥的呀？你吗？你不大王吗？妙妙大王，嗯，就是妙妙和大王呗，妙妙和大王私生子呗。我看看妙妙大王是谁，来，怎么？新角色，妙妙大王，能连进来吗？啊，是个主播呀。妙妙大王，我看看怎么事。我看。对，给你推荐个患者，柏拉图的石头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大王。Hi, who says? English 啊 ？No English bro。No English bro， No English bro， 我好像在，不是，我好像点错了，但是这你我好像见过你呢，你是那个大头鹰吗？那下面不带名的吗，哥们儿？那不下面不带字的吗？啊，我不太会玩这个啊。他们我屋里面一直喊让我连你，什么情况？咱们是观点上有冲突吗？没有吧？没有冲突，有啥冲突？我不知道，我对不起，我那个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您的一个视频我都没看过，我不知道您是什么观点。啊，我是比较讨厌美催的，就是什么快乐教育、免费医疗的，完了一点没感受过，觉得这地方一块钱猪肉、一块钱牛奶来了以后就发财，完了疯狂圈着大家走线过来到美国的，我比较反对这些玩意儿。啊，那我也反对啊。啊，那是属于友军呢，这是。这咋还抛弃友军了呢？赶紧把友军换上敌军军装厚葬。
这个还有啥话题？日本话题，日本话题，这个我都没有发言权。你对日本话题有看法吗，哥们儿？没有，我发了一个视频，然后把所有的化学的解析都给发出去，发过去了，然后人骂我们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就是你是啥观点？就是没那么严重，其实。我不是，他本来就没那么严重，三天已经过去了，好吗？三天过去了，那鱼也没翻盘。好。对吗？鱼翻盘了吗？他不没翻盘吗？哦 ，OK，OK，OK， 哈了哨，哈了哨，哈了哨。昨天我那个，研究所那个呢？昨天那个研究所那小子在不在？昨天那个咱家核电站上班那小子在不在？叫啥来着？来，哥们儿，是这样的啊，我没求证这个数据，我跟你说一下我听见的一个东西啊。他们说有一个单位计量，这个计量如果超过15的话，就已经是就是属于超标了。然后他们那个排出来那个东西以后呢，昨天那个哥们给我讲，大概是17.5，而且是超了，而且不是超也超了200多倍。但是那个东西呢是按照什么？按照他们找的那个计算方式，可能不超。完了，按照正常咱们家这个计算方式，或者是我们这撇的认知，它超了200多倍。所以这个事儿才会有这个后续的这些东西。这个东西你现在就是有没有了解？就是计量单位没有。首先我觉得是这样的。一，它那个什么 ALPS 它已经把大部分的放射物质全部给，对吧？不是，首先化学并不是我的强项。那天呢一个人说，就是很多人让我说这个事儿，然后我是经过了很多求证了以后，然后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，没有特别特别的严重。首先第一点啊，我反对他，我非常反对他。可是我是一个老百姓啊，我是一个纯纯的老百姓啊，我反对他有什么用吗？没有用啊。然后我视频的观点是，不要，大家不要囤盐，也不要打砸同胞的日本车。这怎么现在发生这事儿了？不是，你刚才说一个问题，我觉得特别感兴趣。你说说排了三天也没有鱼翻。也没有鱼翻过来就没事吗？你就觉得这个排三天没有鱼翻过来没事？因为他排30年啊。那我想问问，这个你是觉得这三天就够了，还是说是咱就活这三天，还是说是这30年它不等于这三天，还是什么意思？没有，我想看看您这意思。我的观点是，我能活一天就一天。首先他跟我不发生任何关系，跟我没有关系，跟你我是一个老百姓。为啥跟你没关系？我是一个老百姓啊，你不觉得他跟我有关系，然后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没有你怎么办啊？不是这个是个，如果你是个老百姓，这个东西可能你的发声可能没有用，但是你得有立场嘛。就是咱就比如说，你说看着马路上有人打一个男的打一个女的，你最起码基本立场，你说你不，你最起码也不能打人，这不是我都说了呀，我反对呀。啊，反对。反对，那你们是不是整错了，兄弟？人家反对这个。我说了，我反对呀。啊。反对，但是你怎么依据你拿什么依据说他没什么问题的？你刚才不是说他没什么问题吗？穿有什么问题？穿的放射性一张纸都能挡住，对吧？他的放射半径是多少？我也说了，我告诉大家了，穿是可以致癌的。穿是可以致癌的，没有，就是说你们两个连线是为了锤我还是怎么样？我不知道啊，不是我刚才是在直播跟我朋友聊天，聊得很好。啊，耽误你了！我知道。你要觉得耽误你了，哥们儿，你就自己唠。我们这是不是带节奏。首先第一点、第一点我反对呀、啊。但是、我说的是，但是、啊、我反对没有效果，对吗？这是一个，这是一个全球顶尖级专家都没有讨论出来的东西，对吧？反对二立场、我是中国人。我是一个中国人，我为什么要替别人说话呢？还说什么挣钱了，怎么样的？不是，如果那个视频，他们有时间看完那7分钟，他们就不会这么说了。那不是一般人看了4句话，然后就过来锤我，你说我愿意搭理他吗？我用搭理他吗？你说你的观点吧，你的观点不是说他没什么问题吗？对啊，我们就在聊这个问题吗？我们就想聊这个问题，我不是说你反不反对问题。你反对不反对？我说的是这个问题。首先，我针对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现象，就是说大家不用囤盐，这是我的初衷。不不不，这没用，
我们不聊这个，我们不聊什么囤不囤盐，我就想问问你觉得这个事儿到底严不严重？你连线的我，你得让我聊这个，不是我连，而且你不是在审问我，我有权不回答你，对吧？你可以不回答。这是第一点，嗯、第一点，嗯，我说的是，我觉得他如果是穿的话，没什么事儿，这是我视频的初衷。你不要跟我聊立场，你真的不用跟我聊立场。我没有跟你聊立场，我他妈就是中国人。啊，你是中国人，我没跟你聊这个，我就说事实，我事实没有，他不光有穿，啊，他不光有穿，而且穿的方式半径是1.5到2。它如果在人身体里的话，持续时间长的话，它就会导致人的一些基因或者细胞癌变，这是事实。不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嗯、那我们应该怎么办、嗯？应该怎么办？我没跟你聊，我跟你聊的是你觉得它没有问题，我觉得它有问题，就这么简单。我现在跟你聊，我想问你应该怎么办、嗯？你问我该怎么办是下一个问题，咱们先把这个问题聊完。应该怎么办？你你不是说你不是没什么问题？你说我觉得没什么问题，我觉得有问题。好，那我跟你聊，我跟你聊应该怎么办？不是这个哥们儿是什么毒夫之心什么的 ？OK， 我不是，我是一个，我特别虚心的教导一下，嗯，我特别虚心的就是问您一下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来，我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来，我告诉我们现在已经有办法了吧？说不禁已经禁止他的海产品进口了吧？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办？咱于公于私挑两边说啊，是咱都是老百姓，就是发声可能作用不大，你也拦不住人家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。就是身为一个主播呢，我不可能跟你说了，已经平台已经禁止了，不好意思。那我说呗，你听着，对吧？我说呗，就是我说呢，咱们身为一个主播啊，就是可能就是平头老百姓，你确实你的发声没有什么作用，但是我觉得态度还是该有的，你不能事不关己，说这事跟我没关系，跟你肯定是有关系的。不能囤盐这事儿，我跟你站同一个立场，就没啥用，就本身也不是就只有海盐来，那你矿盐什么这些其他盐有的是，不要去盲目的去抢购一些东西，不要盲目的去说就是这个什么砸车上，你说这种事儿那是不应该的。但是我觉得啊，身为一个主播，他还有另外一层意义，有很多人他是粉你的，粉你是什么概念？我这是讨论到主播认知的问题了。我认为你说话他会影响一大群。喜欢你的人，你要这么觉得，你说哎，问题不大，确实你可以觉得问题不大，因为每个人承受能力不一样，哥们儿，你说打一下子，你说你光踢我一脚，你踢我屁股一脚，我觉得不疼，那到你到女的那儿，你帮一踢完人住院半个月，每一个人承受能力也不一样，你觉得问题不大，你也会，你身为主播，你要有一个考虑一个影响力的问题，你现在产生的这个影响力，你是让很多你的哥，我真不是个主播，我也不是干这个的。我没事就在网上发发牢骚，嗯，我们也是在网上发发牢骚，对，所以我就琢磨着你这个立场和你这个说的这个事实也不对劲儿。你说他没啥事儿，然后你还反对他，没啥事儿你还反对他啥？你应该支持。如果他真没啥事儿的话，你带头炫两口，我觉得我也支持你，就完事儿了呗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能给我搞到那个，我就给你炫两口。那有啥搞不到的呢？对吧？嗯、搞到了给我寄过来啊。嗯。这都完全很简单，对吧？你只要去就行了。你既然觉得没问题，对吧？嗯。就这么简单吗？那就证明他没问题吗？对吧、哎那个？我们如果说他没问题，我们就要证明他没问题，那就拿他证明。哎、你为什么不让别人说话呢？嗯、你为什么不让别人说话呢？如果你 OK 的话，你能给我搞的话 ，OK， 这是第一点。嗯、第二点，嗯、我在问你，一直怎么办、嗯？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我不说吗？你不说他怎么办？你不说他没事吗？我们应该炫两口吗？我们应该该拿出该有的态度。就这么办吗？我说我觉得他没事啊。不是你要你应该拿出该有的态度，你就证明他，因为你在互联网上发牢骚，你是要负责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现在在互联网上发牢骚，对呀、啊，你发牢骚是要负责的，我你不能造谣。视频号发，对呀、啊，你知不知道？那如果说我现在在网上造谣，我是不是应该被抓呢？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，是不是很正常？那我现在说我是专家，我说这个东西没问题，我发完以后100万流量，我有没有责任？我有没有责任？如果他真有问题的话，有没有责任？我问你，有没有连带责任？你回答我。没有，如果我编造一个、没有，那你可能是需要读法律了。哥们儿，你对主播这个理解可能有点不一样，你编造一个事实的话，对，你是要承担社会责任的，好吧？不是，你俩连我的点是啥呀？连你点，我以为你是没吹，我以为你是没吹呢。他们喊的名，咱也不知道为啥。我吧，啊、我告诉你，啊、我呢一边两边都骂，啊，我看哪边不爽，我就骂哪边。啊，那你看哪边更不爽？现在，你都骂过啥？我听听呗。我听听都参与过什么话题？我想听你骂。咱这么多粉丝呢，给你介绍认识，都参与过什么话题？我们也听听其他立场。这一件事不足以证明一个人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有你认知。比如说，我讨厌
美国的警察，美国的税，嗯，美国的 bill， 嗯，啊，常规老三样。然后呢，我讨厌国内的教育。讨厌国内教育这个事儿怎么说啊？你搁国内上过学没有？我没上过学，我讨厌他干啥？啊，搁国内上过学，嗯，完了还讨厌啥？你们两个哥们儿，我是过来审问我的吗？不是，咱聊天嘛。那要不你就吃你的瓜得了。你这一边吃，我一边咕哧咕哧，我挺闹。要不你跟你吃去吧，怎么样？嗯、啊，去吧，吃去吧，嗯、啊，嗯，去去去去。去去啥玩意儿？就吃去吧，去吧，让他吃去吧，一脸自责的样子。你是讨厌这个，讨厌那的，你得了，咱别做过多评论，没必要树敌，可以有自己的看法，他可以有自己的看法。那个时间和这个和事件会证明他说的这个东西。我自己始终认为，主播他有另外一层意义上，你会引导很多一部分人。他对主播的这个概念，我觉得我们认知上不同，他不太懂法而已。嗯，不知道谁对谁错，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，是吧？一味的逃避话题，行啊，你让大哥哐哧哐哧个够呛，半夜是哐哐造瓜，半夜咣咣给他造瓜，饿够呛，让大哥吃点东西吧，好吧？嗯，那行啊，那个啥吧，那个有没有患者交换一下子？交换一下患者，完了咱们回头各自看病，我还有一小时连麦时间。行啊啊，那我先撤啊，嗯，好啊，拜拜，嗯，兄弟们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可以带节奏，你可以不喜欢，你也可以讨厌他或者怎么着，我切记你们切记一句话，别带美籍俩字儿，美籍华人里面有很多，钱学森、李小龙。不要往美籍上面再带，只要他自己都说是中国人，你拿自己当哪儿人不重要，哪儿拿你当自己人才重要，这个话是很经典，明白吧？不要往这个级别上面带，我身边美籍的多了去了，好吧？抬走了，抬走了的话，你这不等于实锤大头鹰有手段了吗？这不实手段了吗？前两天就有人问大头鹰，你是不是有关系？你怎么讲话一整不是抬走就限流是别人啥的呢？你这不是等于实锤我了吗？我啥也没说、啊，我们唠不了就给踢了，那怎么还给抬走了呢？那这不赖我啊，这不赖我，我们我没其实没说啥，好不好？